北青蛙，多少北极星蛙啊？最好极星蛙。啊，这你买物件，你要查你买啥？你要查这上面一样。这叫九龙。九龙。鬼尾龙无是，这东洋吹龙只啊，起粪粪。这目睭只金，这餐厅吹一百三百，两百吹六百，两个人客，唔免六百。啊，唔免留你开五百，先给钱三百。来，三百，请。三百块钱，来冰糕去。来沙发，上面几个沙发？最后几个三百块，上面几个沙发？我来打几块冰啊！最后几个沙发，上面几个？沙发最后几分啊？沙发。你沙发收好呀？哎，收好啊。来，我来先看我了。来，多少个？来沙发，够两位吃酒楼不？来三百哦，最后一份。谢谢。你上面？呀，这边。我无只要搁十二，你冰价头哪只啊？这贵啊，三百了，加一百块。三百来。这鱼也足贵的。哎，这可能伤重哦。哦。几块了都有。我几块了。这最后一箱啊吼，这你也搁无买歹势了无啊吼，不好意思啊，来。遐好啊。那阿多遐鱼啊，你无买，我跟志豪鱼啊，你袂当无买，是啊，这鱼啊吧又搁俗。这啥物恁知哦？这上面鱼啊，北青啊，这北青肉是有够油的哦，这拢太好啊。内面吃北青的嘛，你画五百、画四百拢唔免啦，来三百上面吃北青。来三百。有内面吃白鲳鱼的无？三百块。北青够内面吃三百。北青内面吃无？招一个人家给钱，三百上面吃白鲳。嗯，啊北青只要不内面啊，三百嘞。你北秋春节吗？哎，最好就是我。这个我理解，北秋春节真正的。来三百个，两百只北秋的哇，三百块。北秋两百只哇，三百块俩。来三百，三百无三百。哎，这北秋家庭就是。哎，要求。要求这北秋三百块。啊，兄弟。一堆阿在三百里边，阿们一杯咪剩阿十块，太好个咧。无啊！哎，拢了。希望搞老个，全部老个人加加钱，赶紧加，无管咧卖你啊，先加钱的是命。两百了，两百了，两百两块。你要做咩？两百块。两块。来两百块，一只白手两百块，就要剩几块？你家等你算。来两百，上面就两百。上面就白手的两百块。几块加个？哦，要加面哦，加面加个，加面卖掉嘞，卖完了，加面卖掉，来个来买啥物？来杏鲍菇加个，来个来买只杏鲍菇，这杏鲍菇大概用煎的较煎的就好啊。你讲啥用？啥物？白酒？用炊较煎的尔，用酱炊较煎的尔。来，自由爱讲先画一个简单嘞，无来加点酒啦。这边你的，那边加一面，来一个鸳鸯虾饼给嘛。来个人要吃鸳鸯虾饼啊？这一包几袋？一包两袋，外口一袋百二，两袋二啊四，二啊四加二啊四或者。四啊八。唔免四啊八，三啊八，二啊八，拢唔免两包，上面吃两包。来两包。有人要吃鸳鸯虾饼的无？两百块，这两包是四袋的哦。来两包，上面吃两包。好。有人要吃鸳鸯虾饼的无？来看房管，你介绍。听好啊，叫间房啊。你今日来给我买两包啦，一包阁愈贵，一包有飞机的，飞机阁虾啊，这一包百八，一包五哩，一包五哩，全部我要招两个，等下啊，我阁加一包送你。小姐，来掏钱嘛是。一个包过来，全部六个，唔免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你得两百了。两个。来两百块，上面加两百块。没有，没有。三个。最后多一等我一个，我记我记。来多一只，我两百，谢谢。来者，够咩啊？无两百块。那这边，来者。最后搁一个两百。头顶。来个两百花，是吧？啊，那没有了。你话老多呀。好，你们这样。来，给两百。来。老板，干嘛这个？这无啊，我这人就包了。来，来，最后一包无。来，三杯米粉。爸爸讲完，这包全部就五个人给三百五百变一百了。来一个，来两个，三个，还是八千块？我是八千多，一两个，三个。这外口包香菇啦，这包卤吗？
这两个猪头米花糕真正你。最后一包啊。最后搁两个人加一包啥物啊？我三个啊。最后一个一百块没有了，啊，你帮我包。来，桌顶帮我切切好不好？啊，这我来你介绍一款新产品了，恁吃好不好？这恁足侪人毋捌买过，这啊，这大型做的三杯米花。米花要做两个足歹做的，两项物件第一要入味足歹入味的。这间工厂成功啊，入味第一。冷冻的米花要做歹 Q 困难，伊嘛成功啊，足 Q 的啊、哦，你食看嘛。这大卖场一包九十，一模一样九十块。这当个炊烧烧就当吃，九十这三包米花多少二啊钱？我唔免三百五百，那你先给一个两百，上面一个三杯米线。来两百。我无安排的啊，足侪外关机来搞买这個。头顶。真正足侪外关机来买这個，吹吹就好食啊。今仔日你来搞买两百的啊，我一包卖卖啊。帅哥，我的风扇互你冻着啊。哎，我的麦克风的声噪你冻着，我声音足无声，歹势啊。我搁加一包互你。一个人加四包，我一包卖你五十块。今仔日先加钱，我出这三包嘛无啊，先加钱，搁加一包。小姐。全部三个人加三杯米雪两百了。来两包。来个人要吃三杯米花无？这一包真正好吃，无甲你好笑。阿姐，你要试吃看卖。一包真正赞。来两包，搁要吃三杯米雪无？小姐。最后一个两包，上面一个没有了。最后一个两百块而已。哇，要求同一组。哇，吃了烧就好吃了，拢有啊，知影对不对？牛肉卤肉，我讲你来讲。喂，今日要食水饺。喂，水饺要食好不好？无要食，咱就卖好。收掉。好啦。有啊有啊有啊。有啊，鞋要留了，贵些。哦，伊嘛要飞机哇？飞机哦，我需要飞机票结账。这种毛病好吧，你讲这种毛病。我以后要吃来两包我了。来两包好不好？两包给你。来啊，小董。来。嘿。我以后上面吃两包。两包给你。两包。嘿嘿。阿姐啊，你好，我要吃啥？我讲哦。我以后要搞面面。我全量给你挂。哇。系咯，你买咯。两包一个呀。我同埋猪东、猪面、猪尾哥炒菜都蛮好食。我自己啊，自己啊，我拿你挂。最后搁一个两百，上面也无啊，再搁留一包一嘴个啦。好，两百好几万了吧？喂。好。哦，嘿，分几块嘛？搞两百买一百个无？来一包。有两百几万买一百块？拢有啊吗？高姐。来，对。最后一个一包，上面也无啊。来，最后一份一包。来，搁加一包，我拢加一袋啊。后面啦，我给讲完了。最后这个一百块上面一个无，你唔好讲我存这一包，我还麻烦一下哦。最后这一包上面一百块。无啦，五百啊。真的是白干做无计大嘞，我五十啦，你哪会是讲五百？哎，你要吃这个啦？啊，这只鸟，这无饲的啦，这当然你用吹啦，用这个啦，煮糜给囡仔吃，这罗医生嘛，这两块餐厅吹起来五百，四百我唔免啦，三个搞买，我就炸这鸟，三百上面吃罗医生嘛，三百啦，有人要吃罗医生嘛无？来，加一块冰加加，我无爱白，我叫我兄弟来啊，这大哥上面，这大哥你啊，这其实足贵本的，这足贵的，你拢唔知影的。你即摆手机啊，甲摕起来看，路易千万两百三百，你去看，外口人卖偌济，你去计。你即摆随估估，一地人百二起条。我卖你即个巴拉地，真正卖你爽的来。我来讲，我即只够你啦，即地够你啦，哎呀，卖甲你好食啊，真正卖只巴拉地啊，三百落来，一地七十五，你要做咩？三百个要食无饲的呢？个人要食路易千万无？大哥你卖无？即拢无饲，即当用炊上好食，炊泡泡剂。啊，无你甲煮金丝汤拢食好食，拢无饲，拢未臭肚，三百了。个人买来无三百。中午阿妈个人买两袋百五试食，看嘛一百五。三个姐。个人买百五的无？三姐。啊，遐一百五嘛，百五块。你卤味千嘛无饲啊？你当个用煎的用炊的嘛，太好食。百五个买来无？百五。来边啊好啊。这下搁同搁三个百五。啊，我头前个吼，我带你去买款咯。
最后两个百五，最后两个150块，给他挣，给他吹拢无起百五。我卖无。卖了无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你这是上好些。他第一天上卖了，啊一百几几桶啊，一百几几桶啊。无啊，剩嘞。啊，这只去渍丝木有人要吃无？一只卖300-500，来一个人一百尔，先加钱200，拢去渍的几百无饲的。去渍的200，上面吃200。Okay.行啊，行不行？哎，有啊。啊，这有人买来无？这豆大冰泉这边煮啊，这切切落当吃。我无啊，纯豆丁。用切切落当吃啊。切切落，刚好五味酱、花生米、白醋，凊彩用有够潮够甜的。这个海产站一只切落200块，加200偌济？500。我还讲你搞买500，我加一只送你，来500送你吃，这大只还好吃。豆大冰泉，来500，有人要吃来无？来500。帅哥，给这边切切来，吃五百嘞。阿姐话恁讲吼，我一只卖袂了，我一只卖你100多块俩，一个人买袂了500，上面只冰棍啊，拢免煮啊，切切来足甜啊，这大只，后边还有只特大，你也袂讲够。我袂讲了啊，春姐。先加钱的先啊，卖给我算几只啊？这只过来啊，500了啦，一个人加啦，500块。来来，要只冰棍啊，500块，500块。500，多谢。多谢。你阿变到这坐，我你考虑。减低吧，哥哥。来做香哦。爸爸讲完，哥哥。我带好一杯。来，爸爸讲完，给结账。来，爸爸的。爸爸的。爸爸，我来收三个呀。爸爸一包。爸爸讲完，最后这包一包，你也没有全部拢无，包肉讲完100块。最后，爸爸讲完，这包上面一包。最后一包。